2019年5月7日12点50分，联合新闻网综合报道：猩猩们忙着躲雨的表情十分逗趣。图截自脸书分享，人类的起源和猩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，且两者同属于人科，类似度高达98%。黑猩猩也会仿照人类的动作。最近，动物管理员布鲁克·亨辛格在脸书上传了一段影片，可以看到猩猩遇到大雨，和人类一样忙着找躲雨地点的表情，十分可爱。根据 WAFS48 报道，布鲁克任职于哥伦比亚和提动物园里弗班克斯祖恩加登，其中大猩猩部队戈利亚特罗普是该园区受欢迎的景点。一日下起了倾盆大雨，包括马西马奇、卡奇卡奇这几只大猩猩与他们的孩子背对着游客坐在落地窗前，心情似乎也变得不太美丽。而家族领袖森祖则在寻找任何可以避雨的方式。忽然，蹲坐在地板上的一只猩猩似乎发现了好去处，赶紧起身沿着墙壁逃回大猩猩营地。接着看到其他猩猩们也纷纷起身，身体紧贴着墙壁，一脸超怕被雨水喷湿的模样，相当逗趣。而布鲁克将这段影片贴到脸书上，并写道：大猩猩是壮丽、雄伟的生物，充满了优雅和美丽。除了下雨的时候，这则贴文发出后，吸引了1.6万人按赞，并有9130则留言。网友们看到这些猩猩们表情，直呼很可爱、很逗趣，并打趣怎么害怕下雨天呢？还有网友认为，最后一只猩猩的厌恶下雨表情最经典，来自布洛克阿兹会。